迎回到2023红白银灯大赏幕后花絮。哎，怎么少一个人啊？该不会是跑去给我偷懒了吧？什么都不必说，说什么说什么？我在这边主持，你这边唱什么歌？我唱的不是歌，是传奇。好吧，今年红白舞台上真的有很多传奇的歌手轮番上阵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外套戴着大墨镜，展现巨星气场，果然是碧丽卡里台。暌违九年，再次登上红白，这回一人独占舞台，感觉如何呢？很开心，表示我还很年轻。是，这次当然也是有一些舞蹈动作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我这一次的歌曲，就是碧丽卡里台。同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还有他首次在红白舞台现场客语歌曲。今年很特别的是，我谢谢台视让我可以在红白的舞台上唱我自己的创作客语歌，因为我在2022年发行了一张自己创作的客语专辑，然后今天可以在红白的舞台上唱这首《玫瑰花香》，我觉得非常的温暖。连续两年来到红白的彭佳慧，怎么能少了这一首经典歌曲？首次来到红白的国台语双声道歌后李翊君也带来串烧歌曲。其实这一次呢，我其实是唱了一些很经典的闽南语的老歌的主曲。那大家其实知道我的闽南语用讲也不是很灵登，可是用唱也没问题。所以这次我们把它重新编曲，然后整合成一个非常精彩的主曲。不但唱还有跳，今年红白除了精彩表演之外，更有一个厉害的神器，让人在休息室里玩到停不下来。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好，右边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跳。挺可爱的，这买摸机很好玩呢。怎么那么好玩？怎么会有两个孙正？是本人呢。这个 3D 模型跟本人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啊，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呀？其实那个时候很简单，就直接进去他的 MyEmoji 的分身制造厂里面扫描一下，嘟噜十秒就直接好了。建模过程真的很简单，只需要进到360度 3D 的分身制造舱里，站定三秒钟，一次性全身拍摄，30秒之后就会出现能动能跳的真人 3D 模型。哇，还真的有个 MyEmoji 分身制造厂，而且听说这是全国首创 3D 虚拟分身建模服务哦，不只可以拍 AR 影片，还可以做 LINE 贴图。哇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！我刚刚在里面也有看到举重女神郭幸存，她有 LINE 贴图哎。我们在休息室有看到郭幸存有在那里哦，我们去找她吧，走。嗨，幸存，新年快乐！听说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真人 3D LINE 贴图，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对啊，你看。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哦！然后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个，你知道，卖场不是有那种推车嘛？对，对，然后就有一个马上到的那个，我和蝈蝈在那个车上，然后就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蝈蝈，然后推着他说马上到，哇，是这样子。对啊，而且这个 LINE 贴图还可以多人同框，过年过节都非常的好用。说到同框，我真的好想跟巨星互动哦，每一年都可以看到他，但是今年看到他的机会好像蛮少的。我知道他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去。哎，巨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看起来很失望哎。你有跟我们一样觉得舍不得节目结束，太精彩了，对吗？虽然说我们跟大家一样的心情，都很舍不得要跟大家说再见，可是好像也没有办法耶。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。2023超级巨星红白银灯大赏幕后花絮，我们明年见喽，拜拜。